真侪拢，真侪拢是受着咱的好朋友的教，真侪我咱的好朋友拢做熟识的，所以学咱的蔡小月歌都无唔对啊，也是学咱的曾雅文的歌也是不错，伊咱的唱歌的技巧吼会在人教的，啊，是咱的唱歌吼，咱的歌声吼，虽然大家拢唱到最好听，但是吼，每个人吼欣赏的歌星吼，咧唱歌的技巧嘛一定无同款，唯爱听江蕙的歌曲，唯爱听黄以玲的歌曲，啊，唯爱听龙千羽的歌曲，迄拢种技巧拢种无同款。尤其是龙千羽特别的不一样，安尼吼，甲咱台听，你唔知影吗？啊，无你来甲我讲真的哦，你毋捌听过伊的歌？无认真。啊，真的哦，啊，所以嘛无认真咧学唱歌就对啊。我无认真咧甲听迄个开口。哦，是哦，哦，有时候也要听一下安尼啦，你吼。满川河哟，也是不错哈。那个龙千羽的歌曲啊，那然后，那阿兰的乐乐吼，哎，对个唱歌吼，哎，也是唱得哎不错啊，那然后，阿姨嘛吼，今天咱的师傅你嘛收来安排歌曲，拢会当符合咱的好朋友吼听歌的偏好啊，那然后，因咱的师傅你嘛收来安排歌曲，拢是比较较拿手、比较拿手的歌曲，阿嘛感觉袂歹听的歌曲。阿姨们，帮我咱的师傅你嘛收来安排歌曲，咱的好朋友会拢总会当答应。阿嘛，你们讲来提着培养间吼，咱的音响技术呢，咱录音所领导咱的微信节目。会当陪伴咱所有坐坐咱的好朋友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咱的晚间时刻，然后来谢谢感谢，来啊咱的乐乐要来安排一首嘛是非常好听的歌曲，然后龙千羽甲迄个江蕙咧唱的配套，迄个感觉拢总无同款，啊所以等下你是要用什么人的配套来甲做？我家己的，我听咱乐乐的配套安尼啦吼，好啊，今仔咱的好朋友就来听一下咱乐乐吼，看伊是啥物配套安尼。来啦，嘛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望川河，希望咱的好朋友了吼，拢总来当听的吼。来，啊那啊伊啊那，你咧大支持啊，嘛是啥物？你两个，你甲老师诶，注意要无摆好势哦吼。来，帮你旁边啊，互你豆豆啊吹安尼啦吼。因为即摆咱咧吹歌吼，拢是用咱的电脑安尼啦吼，手机甲拍片就拢我拢送出来安尼。来，啊即摆来安排一首吼，来龙千羽吼，来。来放川河，来来乐乐来安坐安排哦。
着。诶，人讲金瓜。